和朱涵老师一起跳舞。最强作品，来回顾一下以前的合作。我最近每天来考一八年，后来就主要学其他舞种了，学韩国那边的舞了，然后感觉又就不对。身上还行吗？痛死了。是吗？看到之前就是跟着视频学的那个老师。Hello， 老师你好。你好。还练去了。